方济各烧略，他在世俗的生活当中好好的读书，读得非常好，在大学里面硕士班博士班读得都非常好，都是在世俗里面，那这个世俗我可以谋得好的工作，我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可是他体悟到他越过世俗的生活，他越远离天主，所以他发觉了以后我要悔改。若翰讲的要悔改，要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醒过来了，他放弃了这个世俗的享乐、世俗的追求，他转过头来，所以就进到修会，后来就是准备他自己升神父以后，他就到我们亚洲、到东南亚各个地方去传教。所以他了不起，他所经过的地方，好多人，无数的人，外教人都灵洗了，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哦。就是圣方济各烧乌略，我们圣堂就是奉他，当作主保。从一开始，那今天是65周年的堂庆，我们学习他的精神，我们敬爱他，并且也祈求他在天主的面前来为我们转导，愿我们有他的精神能够继续他的事业，把福音能够传遍，传给我们附近周围的人。现在举行圣方济烧乌略天主堂，堂区主任是罗交接礼。主耶稣基督，最高圣母者，你召召了我马志明神父，并派遣我分担你的牧职。我今天是与在主教的领导下，尽忠职守，妥善照顾你托给我的羊群。我把堂区的圣事记录册交给你，请你妥善地照顾托付给你的羊群，并寻找尚未归属基督的羊群，使成为一牧一战，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谢谢，谢谢主教。好，那更棒的就是由我们曲宾天主堂的教友们的代表们也到这边来一起参加这个堂庆，所以两个圣堂就结合在一起，姐妹堂哈。